请立即主动向本公司先开门单位或所住酒店报告。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山茶油的功效，还可以给小孩子，就是婴儿啊，做那个护肤的，就是你涂一点到手上去揉他的肌肤，就是对他的肌肤也有好处。他滴滴滴，滴滴滴滴滴滴，阿菊啊，阿菊菊啊，哎呦，这么开心。你看他俩兄弟，嗯，俩兄弟以后好起哄啊，他们以后就专起哄，我跟你说，有的是功夫给你，有的是功夫来招呼他们。他是很起哄的，跟你说。嗯。有的时候他还逗起他哥哥，他的哥哥就是这样了。嗯。Hello， Hello， 谁呀、啊？小宝宝。哎呀，我要吃饭了！哎呀，我都痛了。嗯，这个是猪大骨豆腐，还有这个粉蒸肉，这个是蚂蚱。我还以为好晚了，待会洗个澡就睡了。今天有点累了，腰都痛了。刚刚在那剥那个茶籽。那我再做个凉的。妈妈，我吃饭。那不是烤的吗？那我再做个凉的。我不。我这个里面好火，也是。嗯。你在转发那个东西啊？妈妈转发，看我怎么。那假的什么东西？我怎么转发你什么东西？那东西。我从来就没有拿顶的。啊？你拿的对。啊？谁拿的对？都是些假。来来来。来来，还有点冷了，你说啊？嗯。我们怎么不歇歇叫装饰的？嗯。我们怎么不歇歇装饰啊？啊？你怎么干？你走过来。我就走过去说。哦，这个这个是。啊。你要慢点那个就。哪个干？马的干。马的干。嗯。买的然后自己打的。啊，没，不就甩的，啥子呀？不就是。我都敢吃。我看人呀。我都会吐。中间炸的好，那你把我甩一点就回了。你就你甩嘛，你就甩嘛。Hello， 这是谁呀？这是谁呀？这个表情。你不认识爸爸了，爸爸身上都脏了是吧？我感觉到好像就是说，哎，这是谁呀、啊？不认识了。都喜欢烧烤。今天是个好天气，出晴了。然后我们准备把那个茶子全部搬出来晒。现在地面其实还是有点湿，刚刚是因为冲了一下这个水吧，地板。减了一天，大概减了150斤吧，搞了中午都没吃饭，因为昨天我们大部分是在，因为它自然落在地上嘛，都是在这样捡的。然后这个动作起码重复了几百遍，真的这个动作重复了几百遍，现在这个腰特别痛。但我现在如果是下去捡东西，就只能这样子的，就不能直接弯腰了。把那边围起来，等一下不是滚到那边去了。哦。哎，好吗？啊。爷爷，我。哎，你等下那个衣服给拨了半蓝了。咋吧？这个天气啊，又这样阴沉下去了。这直接放就行了，还以为放干嘛？这放起来很简单。你怎么有个大布巾？看这些都跑出来了。嗯，是的，一层一层的捡。我这里放了一个，我这里放个，我这里攒一些，你知道？哎呀！哇，这个茶子终于拿出来可以晒了。
就今天三，星期三了，就是要打疫苗，我不用打，是我不是两种疫苗一起接种，我已经打了狂犬疫苗了，所以我要过14天。今天老师要带我们去打疫苗的，所以我不要打完疫苗之后就要回来，反正我要我还因为我没打狂犬疫苗的时候，我就应该会回来过的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但我不能打，所以我就直接到家就行了。听了大半天，一句话没听懂。今天子涵本来要去打疫苗的，但是他打了狂犬疫苗，两种疫苗不能重新接触，所以呢，他今天就没有去打新冠疫苗了。我们现在来数一下大概有多少桶，一桶大概是20斤吧。那我们现在算出来我们大概多少桶，多少斤的。哎呀，子涵就是小帮手啊！哇，这个太阳又出来了。等一会儿都把你手机给埋住了。下了雨之后，地面其实蛮干净的。哦，子涵，你一个个子拿哦，能怕打到自己手了哈？轻轻的放，慢慢的。嗯，好棒！这边都是子涵排的。走吧。两个。好热。怎么感觉那边还有这么多呀，展鹏？是不是？嗯。摊。啊，这么多吗？嗯，摊开就感觉好多了。我受不了。你看，才晒出去这么点呢，这边还这么。我那个是300斤的，1000斤是打底都有的啊。嗯。是厨房的，你那是哪一道？今天天晴，不仅好晒那个茶子，还好晒那个被子。我等下把那个被套再拆洗下来。哇，晒了好宽好多呀！摊开之后就觉得好多。我这边呢，今天算了一下，大概刚好1200斤的样子。嗯。然后大概捡了，其实算两个人的人工的话，起码也捡了，每个人至少捡了10天。嗯。然后捡了1200斤。嗯。1200斤的话哈。嗯。我们现在是把它全部给摊开。要来给晒一下，晒一下呢，这个肉呢，它就会，这壳就会打开，打开之后，我们就把这个果肉挑出来，挑出来来之后呢，再把果肉单独晒。今天下午还要去捡，反正应该搞个40斤油，应该有吧？40斤是吧？35斤至少有。嗯。35斤油。然后两个人搞了10天，35斤油，就只能晒着吧。就是加起来搞了10天是吧？如果按一个人算的话，就是20天。嗯。那你到时候晒呀，搞完这个工啊，还。那个就那个，嗯。
现在就等着大概一个月以后吧，然后就把它打出油，到时候看一下这里到底能打多少斤油，现在还不确定，因为它这个出油率根据这个茶籽的品种还有那个收割的时候不同，你早点摘的呢它的出油率就低一点，你晚点摘的出油率就高一点的，还有品种，像这种大的其实它的出油率比较低一点，像这种小的它的出油率还高一点，那么品种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反而出油率高一点，但是呢这个呢摘起来比较麻烦，一棵树上呢摘个十斤就差不多了，像这种大的呢轻轻松松摘个二三十斤三四十斤，所以出油率是算不准的，只能看到时候看真正能打多少油才知道。对对对，因为每个人摘的它也都不一样。嗯嗯，反正这个也真的就是工钱了，辛苦钱了。嗯，真的是辛苦。